你知道牛顿这位单枪匹马把物理学推上神坛的男人，临死前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？不是他终身未婚，也不是他在股市里亏了钱，他最大的遗憾其实是一个他自己提出的，但死都答不上来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困扰了他一辈子。太阳离地球1亿5千万公里，中间全是真空，引力到底是怎么传过去的？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想拉动一把椅子，你得伸手去抓。你想踢球，脚得碰到球，可是太阳呢？它难道长了一只长达1亿5千万公里的隐形大手，穿过茫茫虚空，一把拽住了地球吗？这也太玄学了吧！这跟巫师隔空取物有什么区别？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非常诚实地摆烂了，他大概意思是，公式我写出来了，好用是真好用，至于原理我是真不知道，交给后人吧。这一交就是200多年，直到20世纪初。瑞士伯尔尼专利局里，一个负责审核图纸的小职员，在上班摸鱼的时候，彻底掀翻了牛顿的桌子。这人叫爱因斯坦，他的答案不仅解释了引力，还把全人类的世界观按在地上摩擦了一遍。引力根本不是力，太阳没在拉地球，地球也没在拉你。你现在感觉自己重重地坐在椅子上，其实是椅子在推着你，不让你掉进时空的陷阱里。听不懂？别急，听完今天的故事，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将永远改变。我们将一起拆解宇宙最深层的秘密，没有质量，引力竟然也能存在。故事要从1905年说起，那时候的爱因斯坦年轻气盛，一年发了4篇诺奖级别的论文，被称为奇迹年。但他并不满足，因为他发现牛顿的引力理论有个大 bug。牛顿觉得引力是瞬间传递的，太阳如果下一秒爆炸，地球这一秒就能感觉到引力消失。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说，宇宙中没有任何信息能超过光速，光从太阳跑过来都要8分钟，引力凭什么能瞬移？为了修补这个 bug， 爱因斯坦闭关修炼了8年，恶补了黎曼几何等高深数学，终于在1915年拿出了广义相对论。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，简直像疯子的胡言乱语：引力是时空弯曲的几何效应。我们来做一个经典的思维实验，想象你把一张巨大的绷紧的黑色橡胶膜悬在空中，这就是我们的宇宙时空。现在，你在中间放一个沉重的保龄球，好比是太阳。保龄球会把橡胶膜压出一个深坑，对吧？接着，你拿一颗玻璃弹珠，就是我们的地球。当你在这个坑的边缘轻轻一推，弹珠会怎么动？它会沿着坑壁转圈圈。注意了，在这个过程里，保龄球有没有伸出手去拉弹珠？没有。弹珠之所以绕圈，是因为它是懒惰的。他只是顺着弯曲的床单走了最省力的一条路而已，这就是广义相对论的宇宙图景。宇宙不是一个空荡荡的死盒子，而是一张有弹性的膜。太阳压弯了空间，地球顺着弯路走；地球压弯了周围的空间，月球顺着弯路走。你也压弯了你周围微不足道的一丁点空间。最颠覆的来了，既然引力不是力，那你现在的体重感是从哪儿来的？爱因斯坦会告诉你，那是地面的推力。在弯曲的时空里，你的身体原本想沿着自然路径向地心坠落，就像宇航员在太空漂浮一样，那才是不受力的状态。但讨厌的地面挡住了你，不断地把你往上推，所以你感受到的不是地球的吸引，而是地板的阻挡。讲到这里，很多科普就结束了，但今天我们要挖得更深一点。既然引力是时空弯曲，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把时空压弯了？在牛顿的体系里，答案很简单，质量。大胖子引力大，小瘦子引力小，童叟无欺。但在爱因斯坦的方程里，事情变得诡异起来。爱因斯坦发现，弯曲时空的那个始作俑者，不仅仅是质量，而是一个更本质的东西——能量。还记得那个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公式吗？能量 E 等于质量 M 乘以光速 c 的平方。这个公式不仅仅是用来造原子弹的，它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宇宙真相：质量和能量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，质量只是被锁在微观粒子里高度浓缩的能量。你可以把质量看作是能量的冷冻形态，或者说是能量穿的一件马甲。既然质量就是能量，而引力来源于时空弯曲，那么逻辑就闭环了。只要你有能量，你就能弯曲时空，你就能产生引力。你不需要一定得是石头、铁块或者星球，哪怕你是一束光、一股压力，甚至是一片虚空，只要你有能量，你就有引力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进入4个完全颠覆常识的无质量引力领域。准备好你的脑洞，我们起飞。它没有静止质量，
如果你想把光子放在秤上称一称，根本做不到，因为它永远以光速在跑。但是光有能量，阳光晒在脸上暖洋洋的，那是热能，植物光合作用，那是化学能。既然光有能量，根据广义相对论，光就一定有引力，这不是理论推测，这是事实。想象一下，一束激光从你耳边飞过，它其实微微的把你周围的时空压弯了一点点，当然这个弯曲微乎其微，甚至难以测量。但如果我们把情况推向极端呢？物理学家做过一个极度烧脑的光盒子思想实验，假设有一个内壁全是完美镜子的盒子，你往里面射入无数束高能激光，让光子在里面无限反射，这时候你去撑这个盒子，你会发现盒子变重了。明明盒子里装的不是沙子，不是水，而是没有质量的光，但因为光携带了巨大的能量，这些能量弯曲了时空，对外表现出来的效果就是盒子拥有了更大的质量和引力。甚至在理论物理中有一种叫球状闪电黑洞的怪物，如果你能把极其恐怖量的光线聚焦在一点，能量密度高到一定程度，光自己产生的引力就能把光自己困住，最终你会得到一个黑洞，一个没有一粒原子，没有一点物质，纯粹由光构成的黑洞。光创造了引力，引力囚禁了光，这简直是宇宙中最浪漫又最致命的循环。在我们的常识里，压力通常是用来抵抗引力的，比如我们的太阳。太阳之所以没缩成一个点，就是因为核心核聚变产生的高温高压，像无数只小手一样往外推，顶住了巨大的引力。但在爱因斯坦的理论里，有一个隐藏的陷阱，压力本身也是能量的一种形式，也就是能量密度。这意味着压力越大，时空弯曲的越厉害，引力就越强，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死循环。特别是在中子星这种极端天体上，中子星是大质量恒星死后的尸体，密度大到一勺就重几亿吨，它的引力极其恐怖，为了不被自己压垮，它内部的物质紧紧挤在一起，产生了宇宙中最强的压力。但是这股巨大的原本用来抵抗坍缩的压力，根据广义相对论，反过来又贡献了额外的引力。你越是用力抵抗，产生的压力就越大，压力越大，引力就越强，引力越强，你就需要更大的压力去抵抗。这就像一个陷入泥潭的人，挣扎的越剧烈，陷得就越快。当这个循环失控时，没有任何力量能拯救这颗星球，它将在压力的背叛下彻底坍缩成一个黑洞。所以压力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挤压，它是看不见的能量，是时空弯曲的帮凶。虚空的重量，如果说光和压力还算有迹可循，那接下来这个发现差点让爱因斯坦都没脸见人，那就是什么都没有的虚空不仅有重量，还是宇宙的主宰。故事得回到爱因斯坦刚搞出广义相对论的时候，他把方程用到整个宇宙，发现宇宙不是在膨胀就是在收缩，反正停不下来。当时的人们包括爱因斯坦都坚信宇宙是永恒静止的，为了迎合这个观念，爱因斯坦在方程里强行加了一个补丁，宇宙学常数用一种人为的斥力把宇宙按住不动。后来哈勃发现宇宙确实在膨胀，爱因斯坦后悔不已，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，但历史太爱开玩笑了。1998年科学家惊恐地发现宇宙不仅在膨胀，而且在加速膨胀，就好像有人踩了油门一样，这意味着宇宙里充满了一种看不见的能量，正在把时空往外推，科学家给它起了个名字，暗能量。那么暗能量又是什么呢？目前最主流的解释是它是真空本身的能量。量子力学告诉我们，真空并不空，在微观层面，真空里像烧开的水一样沸腾，虚粒子成对的产生又湮灭，这种沸腾赋予了真空基础能量。最可怕的是这种能量自带一种负压力，我们在前面说过，正压力会产生吸引的引力，而这种负压力产生的是排斥的引力，也就是反引力。更魔幻的是，普通物质会因为宇宙膨胀而变稀薄，但真空能量不会。空间膨胀出一倍，就多出了一倍的真空，也就多出了一倍的推力。推力越大，膨胀越快，膨胀越快，产生的真空越多，又是一个超级正反馈。现在的观测数据显示，咱们宇宙的能量账单是这样的，看得见的星星、地球、原子只占 5%， 看不见的暗物质占 27%， 而暗能量占了 68%。你没听错，你以为物质是主角，其实物质只是宇宙汤面上飘着的几颗葱花，虚无才是这锅汤的本体。宇宙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这个什么都没有的虚空手里，如果暗能量继续这样狂暴下去，最终它会撕碎星系，撕碎恒星，甚至撕碎原子，
让宇宙在一个寒冷孤独的大撕裂中结束。最后我们来讲一种最纯粹的脱离了物质源头的引力，引力波。2015年，人类第一次听到了宇宙的心跳，那是13亿光年外两个黑洞的死亡之舞，一个是36倍太阳质量，一个是29倍太阳质量。它们猛烈撞击后合并成了一个62倍太阳质量的黑洞。等一下，36加29等于65，怎么合并完只剩62了？剩下的三个太阳质量去哪儿了？答案是，它们瞬间转化成了纯粹的能量，震动了时空本身，变成了引力波。这三个太阳的质量在零点几秒内释放出的能量，比当时全宇宙所有恒星发出的光加起来还要亮几十倍。但这股能量没有变成光，没有变成热，而是变成了时空的涟漪。这就好比你在平静的湖面扔了一块石头，波纹向外扩散，引力波就是时空的波纹。它不需要任何介质，它本身就是空间几何形状的震动。当它扫过地球时，它把空间拉长又压扁。虽然这个变化只有质子直径的千分之一，但我们还是捕捉到了。这证明了什么？证明了引力可以完全脱离物质而存在。这股能量在宇宙中跑了13亿年，它不依附于任何原子，它就是弯曲的几何本身在传播。这就是最纯粹的无质量引力，宇宙的真实面目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已经跨越了从牛顿到现代物理学的300年。我们曾经以为引力是质量的特权，是石头吸引石头，但爱因斯坦告诉我们，不，引力是能量的语言。光有引力，因为光有能量；压力有引力，因为压力是能量的替身；虚空有引力，因为真空本身就沸腾着能量；引力波有引力，因为它是时空携带能量的震颤。在这个宇宙里，质量其实并不特殊，质量只是能量为了稳定存在穿上的一件厚重外套。时空并不在乎你是谁，它只在乎你有多少能量。只要你有能量，时空就会为你弯曲，向你致敬。所以下次当你坐在椅子上刷手机，感受到身体的重量时，请不要只想到地球在拉你，请试着想象一下，你正坐在一个巨大的被能量弯曲的几何舞台上，地板在推着你，恒星的光在微调舞台的形状，遥远的黑洞在震动舞台的地基，而充斥宇宙的虚空正在疯狂地拉扯幕布的边缘。这一切都是引力，这一切都不需要质量，这一切只需要一个东西，能量。而你作为由能量凝聚而成的生命，正以一种最奇妙的方式与整个宇宙的几何结构紧紧相连。好了，今天这场关于宇宙本质的头脑风暴就到这里。最后留给你一个开放性的问题，如果连虚无都有重量，那么在这个宇宙里到底还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空？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，或者想到了什么脑洞大开的答案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小哥睡前科普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